晨的12:03的奪旗亞馬灣2014，玩完這波先睡啊，大家晚安啊。哇塞，為什麼沒有槍我懂用啊，炸個車棍。現在就10月18日，我覺得好像沒什麼爭吵了，這件事平息了，明天上學好像沒什麼事發生，不過已經不再崇拜我時的那個當我不存在那樣，只是說只是低低收啊，他說什麼，我的朋友說廣告寫了什麼，之後說什麼他說怎樣說呢，他經常都玩什麼槍 game， 是不是厲害的，他是不是覺得，我覺得為什麼會說這件事，是不是因為瘦啊，因為冤因私人恩怨，所以才會搞到這樣，搞到這樣的地步，對不起咯，這件事過了，可能明天，不是，可能今天就會，今天的7:00左右就會報什麼名，就說除了我之外其他的企起身，說因為我們變了證據之外呢，就可能就報曬料，就叫曬9個起身，加埋我10個啦，喺10多個當中有10個。而家出邊仲係3號強風信號，我唔知係咪，我冇睇新聞，落緊雨。哇！2分鐘得，我行過去先啦。呢個咩 The All 個 DLC 嘅 surprise。好像是 BF1 的出版日期，不是推出的日期，他那裡有寫的，不過現在晚了，現在凌晨的12:05，是不是有些人就可能以為我報串給阿叔聽，可能公開曬證據，就係話高級水管你做乜嘢啊？你邊唔係跌咗咩？你唔係又再跌咗一條啊？我真係唔記得咗頭先真係發生咩事。頭先我記得咗頭先，老師叫我唔好講呢件事。咩？原來老師都 YouTuber， 嗰個就係放好多 history 嘅嘢，佢就係監察人哋睇嘅嗰個網站睇咗幾耐。咩台風喎？咩沙尼加好似叫，我唔記得咗，好快唔記得嘅啦。又話吹香港好遠，嚟都係保持8公里嗰度。但係問題點解發放3號強風信號？唔係話對近香港先叫嘅咩？唔係話吹彎曬啲塵過嚟，温度上升。10月幾啲温度上升，破紀錄，有史以嚟最熱嘅温度，最熱嘅一日。破紀錄咩30多度？點解而家翻學開始量體温就翻學開始？唔該你，請你我牙膏啲頭髮啦。知唔知點解牙膏啲頭髮？就因為啲病毒因為活躍啊，喺生存呢個時節嗰陣時，所以我哋每次一翻到就一定要量體温。如果你嘅體温係高過40多度嘅話，你就一定要翻屋企。翻屋企之後，發現燒後2日先可以翻嚟，因為你啲病毒係冇咁快消散。即係你話，如果你話好翻嘅，不過你都冇可能100%確定自己真係好翻嘅。啊！屌你老味啊！不過唔係喎，呢個咩 Minus Sonic Sky 我嘅視頻機對 Almost Complete 啊，點解先你拉咩？不過你加入都冇用啊，不過反正我入咗嚟嘅，反正我都我入咗嚟嘅先，喂，我玩完佢先入嚟，好笑。聽日又係咪又想揾我做第二次嘅後宮啊？又話我可能幾少個啦，因為又話擺上網，又話唔知
唔知點解攤位話講大話呢啲嘢，可能買上，可能就幾少個大哥，不過是大哥，小哥已經係最大嘅，已經。呢、這個原來幫咗我哋，原來佢想幫我哋嗰隊，不過幫唔到，拜拜。